兴礼，来自河南开封，在国内在中国一直做厨师这个行当，从89年做到现在差不多就有30多年了。03年来到新加坡，在台湾老板开的中餐厅里面做主厨，做了08年我自己出来，在牛脂水锅创造了一个中华面庄。做一个福建刀片，一种是老坛的酸菜，这酸菜吃起来比较脆，这个是老坛酸菜，放的比较久，味道更足。野山椒打碎放里面，还胡椒粉了。好，弹性 ，OK， 准备好。新派的酸菜鱼都放菊花，放菊花就是去火。